First Blood。Hey 啊，我是尚恩。今天开始呢，我们再来抽个造型，罗二的神恩造型。那它分别有是40点跟300点。那我们每次呢都用一个天使祈福40点，再用一次300，总共340点。抽到5颗水晶，再来一次提高几率，再抽还是5颗水晶。OK， 魔法水晶好像已经没什么用，几乎都不会出夺宝造型。那么再一次340点的组合 ，OK， 再试一次。OK， 我们终于抽中了。我们总共花了4次的340点了，总共是1360点。以上呢是我抽奖的几率，跟大家分享。那一开始呢，如果喜欢影片或者觉得我的造型很好看呢，请影片点个喜欢。还没订阅的话呢，也请订阅，打开小铃铛。也欢迎大家追踪我的直播，支持商猫贴图，是全新非常可爱的宝宝系列哦，是商猫的小时候。而罗二回城的时候呢，同样有两个小宝宝的天使哦，应该是像丘比特的东西，非常神圣的一个造型。这造型呢做的确实还挺用心的，它有特效，有特别的技能效果，有回城动画，还有特别的语音。也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，你觉得呢？平均1360点值不值得？另外官方也有公布呢，今晚也会公开直接翻手的方式，我们一起期待看看吧。右上角是我们出装以及 ROE， 而我们的辅助呢是臭臭泥的 Pena。 Pena 跟罗尔的搭配呢其实还蛮厉害的。首先呢， Pena 能够保我们不死，帮我们补血，帮我们加乌防，同时呢还会一直的晕眩敌方，干扰敌方。我们的组合呢团战打起来非常的猛哦。但既然是团战英雄呢，代表我们会怕敌方单抓，所以呢，这一场我们要特别小心敌方的打野是企鹅。如果跟企鹅单挑的话呢，还真的不好打、哦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尽量避免跟敌方单挑。在前中期呢，尽量让我们的打野跟辅助进场，我们再进场哦。罗二呢是一个偏向后期的英雄，所以呢，我们应该要以发育为主，而且呢是稳定的发育。那对罗二来说呢是没什么问题的。首先呢，我们有一技能清兵非常快，而且呢我们还有位移技能可以保我们安全。这边呢，由于佩纳的战视野，我们早要注意到敌方古墓跟企鹅、哦。这一波呢，我们打了一个优势的换血，敌方血量比较残。这头注意到敌方的企鹅还没丧尸的，我们瞬移二技能上去一技能，成功击杀敌方的企鹅后的首杀。我们的龙马跟佩纳呢，也收到了敌方的古墓、哦。以罗一个后期角来说呢，前期有人头绝对是非常赚的。那如果你玩罗恩呢，前期没人头也没关系哦。由于在 S9 的改法呢，官方大幅提升线上小兵的金钱，所以呢，只要我们能够一直吃到小兵，这容易发育起来。那这边注意呢，我们抓敌方瑞克的时候，瑞克已经把我们的古墓血量打得非常低哦，所以呢，我们尝试去把敌方瑞克赶走。还有一个小细节呢，就是我们要远离草丛，不要让瑞克直接击飞。这样子呢，如果瑞克浪费击飞技能来抓我们，他就会打不赢。回到线上呢，我们继续的发育。发育的时候呢，尽量拿最后一下、哦，因为呢，最后一下小兵会有额外的金钱。我没记错的话呢，是30%或者40%。也欢迎知道观众呢在下方补充。但玩中路呢，难免会被其他路来吃我们的兵线呢、哦，比如边线或者打野，尤其是在逆风的时候。如果是那样的情况下呢，大家也不要觉得生气哦，毕竟呢，这是一个团队游戏，我们就当是我们帮我们队友帮他们飞，一个互相帮助、有难同当的概念呢、哦。这里注意到呢，我们龙马人非常好、哦，把蓝浪给我们。有了蓝呢，我们就能够长租40%冷却。所以呢，罗尔也是一个有蓝非常非常舒服的英雄。我们先快速把兵线清一清，然后注意我们龙马的位置。那这边我们要尽量跟我们打野还有辅助在一起哦。哦，可是这时候呢，敌方打野蹲到我们的辅助哦，蹲到配呢。我们赶紧过去帮忙。这波敌方企鹅叫位移逃脱，那我们至少要换掉敌方的古墓，先报销古墓回家的路，然后点满被动还着他。最后人头由我们的树拿下。那这边一换一补亏，我们继续稳定的清兵先发育，还有追到敌方威克呢，再跟着我们的古墓。
瑞克前期呢可能可以压古墓，可是到中后期呢，古墓的效益更加大。可以注意到呢，最后瑞克用他的二技能挡住了致命伤，让他残血逃脱。没打死也没关系哦，只要能够把他打回家呢，就能够降低他发育的时间，创造一个经济的优势。这时候可以注意到呢，我们打野的位置，玩中路呢就尽量跟打野跟辅助一起中野辅联动。OK， 我们一边清兵线一边靠近我们的队友。这时候魔龙还在哦，而敌方的奇人呢暂时不知道在哪，我们就埋伏在附近的草丛，以便呢可以第一时间前往支援，消一下敌方卡力。OK， 发现企鹅在魔龙附近，我们先跟上。企鹅血量很残，我们尝试顺上去把企鹅击杀。企鹅接完大招，我们一个二技能先收到企鹅，而后面敌方也撤退了。那样的话呢，我们可以过来吃个魔龙。主要敌方瑞克也在，我们先往后拉。这时候佩纳帮我们补血，补起来之后呢，再还着敌方瑞克。这一波应该是可以收掉瑞克，然后在他们古墓，先连着古墓。古墓叫位移回防御塔呢，我们就不要深追。半化兵先推上去呢，然后赶紧过来吃一个魔龙。至少要注意敌方的卡利，卡利大招呢确实有点麻烦了，可是龙脉有制裁应该没问题。成功吃掉魔龙。OK， 这边中路兵线呢推掉了，那我们先去吃一吃加尔尼的蓝，刷新它的持续时间也好哦。开启大招吃更快一点，大招冷却大概20秒。然后这边的我们水蓝跟魔力都已经补满了，我们来推一个中路兵线。这时候注意到敌方古墓，古墓要抓柔儿呢确实不好抓，柔儿也是一个比较克制古墓的英雄，毕竟我们可以一直滑来滑去，他的种子机关枪呢效益很低。把敌方辅助打回家，这样子呢敌方就暂时没有视野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不一定要把敌方打死哦，打回家就已经足够。这边注意呢，我们的一技能命中敌方卡利，二上去大招，最后一个一技能成功击杀敌方卡利，赶紧来推一个中塔。敌方古墓过来防守呢，我们消耗一下古墓。那这边打下来呢，古墓血量又少了1/3。瑞克收掉了我们的古墓哦，我们赶紧过去。尝试把他击杀，2/3。OK， 他还剩一小格，这注意到敌方企鹅，我们先拉开。我们身上有瞬移呢，是没问题的。这时候他也不在呢，我们就先撤退，回去洗中路兵线。要记得呢，罗尔是一个后期角，等我们的生命法杖买出来之后呢，就会更加不一样，会有更高的续航力哦，一直的吸血。核心装备呢，应该是恶魔微笑跟生命法杖哦。买出这两个之后呢，打架非常可怕。OK， 这边注意到呢，双方纠缠在一起了，我们赶紧把这兵先清掉，而过去支援。这边的敌方选呢，要防守还是要打架？我们先干涉一下敌方，让我们的小兵来推防一套。推掉之后呢，尝试往前去抓人，留着他们的古墓。这一套先把古墓打残。拉过来清兵线。以这个版本的罗俄来说呢，虽然没有以前出坦装罗俄硬哦，可是全新改版的恶魔微笑有生命百分比的伤害，这样子我们整体的数据会高很多。别忘了罗俄不只有百分比伤害呢，它有一个真实伤害，所以呢我们出巫妖王冠的效益非常大。那这边我们血跟魔能都补的差不多，而且不要忘记了罗俄的被动本身就会补血，有了蓝 buff 呢，我们就会一直回血回魔。我们先去下路支援一下我们的书，先往后顺，然后抓敌方的古墓。古墓比较好抓一点哦，因为它比较笨重一点，而企鹅呢会一直位移滑来滑去的。玩罗尔呢，二技能记得不要空哦，二技能呢是我们秀来秀去的关键，如果二技能空掉的话呢，就会停下来。这一波我们继续稳定的碾压。那这里我们是有全技能的，而且队友就在附近。OK， 注意到一个威克，先顺上去，然后再往下滑。
不听话避开敌方的伤害，然后就是我们的反打时间，成功击杀敌方威克。这一波呢，我们可以越塔强杀，收掉敌方的奇尔，然后再追上去。OK， 一兵带走敌方的树，然后清个兵线来推掉中路的二塔。这边还有一个敌方的蓝，我们先把这蓝吃掉。这个龙马呢，真的非常会玩哦，还会把蓝让给我们。罗尔来到蓝 buff 的效益呢，非常非常的大。OK， 这边暂时缓一缓哦，我们过来吃一个飞龙。到了游戏这个时期呢，我们要单挑奇尔也是没问题的。要单挑奇尔呢，主要是要躲他的一技能，不要让奇尔触发被动。OK， 清兵线追到草丛里面有人，我们也可以直接去消耗敌方古墓的血量哦。罗尔对坦克的威胁呢非常大，别忘了我们有生命伤害，还有真实伤害。这边我们队友选择吃大龙。OK， 我们先赶走敌方的古墓，先把他打一半血，逼出他的辅助技能。这边古墓已经没有辅助技能了。OK， 古墓还敢来，我们直接杀上去给他吃一套，成功把古墓击杀。我们的佩纳呢也挡了不少卡莉的剑了。那这个敌方少了两个英雄，我们赶紧压防御塔。这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大龙的 buff。但这边敌方有苏跟卡莉呢，他们清兵能力比较优秀哦。OK， 我们剩两只小兵，那没关系，我们转退下路跟上路。这时候古墓在退上，那我先把这蓝拿掉。敌方能力也都在下路，这样整的上路空城计，古墓在很开心的退。接着呢，下路兵线马上要来，我们先把敌方的小兵清掉，然后再清中路兵。古墓还在退上路，没有人去防守啊，依然。上路兵线呢，防御塔剩下一点血量。OK， 接着轮掉中路。这边呢，我们打算直接进去了，抓到古墓一个空档。我们先滑进去，滑出来，可以骗一骗敌方的技能。七二七的大招。这边已经拔掉了中路防御塔，我们再跟上去输出。这一波敌方死了三个英雄。饶是他们的输，最后等一等中路兵线，中路兵线进来呢就可以直接结束了。OK， 这边中路兵线抵达，我们直接去找敌方的奇尔，不要让他防守。OK， 成功击杀敌方奇尔，最后也吹敌方珠宝，赢了这场游戏。以上呢是我带来柔儿新造型神恩的三说，大家觉得这个造型怎么样呢？欢迎下方留言留下你的意见。我觉得呢确实非常好看哦，而且呢也有全新的特效，只是呢缺点是贵了一点。那最后呢，如果喜欢影片记得按赞订阅打开铃铛，也欢迎大家追踪我的直播，还有就全新推出的沙帽贴图宝宝系列。那最后我是尚恩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